天呢，我们要为大家转播的是勇士对阵雷霆的比赛。我是小七。继续在边界游走。嗯。小七，绿帽本花，空中接力，哇，来了。这个你真想不到啊！一接，看看掩护到篮下，多少个？哎呦！哇，今天造犯规，二掩护啊，这有点中国女篮那个王思雨传李梦那个。这时候就想动作，哎，就想手指尖，想排布。这时候对，这时候因为呢不能变，这事儿不能变。但是呢，这个不让边上，这个是对，我宁可让保罗投。对，叫不叫？一打一不加击，库里上篮打进。哇！哎，嗯，干扰球，看看这手，看这手，哎，没跑球跑框了。啊，你这球不信任吗？哎呀。不是不信任，就太想让他进了，队友给摸出去了，对，都往下落了，你看就这下，往下落了以后，未来有很多未知的故事要发生啊！你不要老给我这种惊喜，好不好？对，是啊，还行，库里还是非常大度，判断被推翻了，那就格林，难怪格林开得那么开心，碰没碰？哎呀，确实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只能绝杀穆尼菲了。最后的视频啊，跟裁判报告啊，是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半镜头。哎，库里要跟库里跟谢特换背心儿，这球不干扰球吗？这球他也碰个球吧？对。